哎，这是哪里？嗯，小迷，别愣着啦，西瓜条马上就要出来啦，赶快逃命，不然一会儿就会被他给嘎掉。切，慌张什么，不就是挑战逃离西瓜条吗？对付他们这种智商的生物，那还不是有手就行。看好了，家人们谁懂啊，居然有人公然挑衅我，今天看我怎么把他给虐到满地找牙的。是吗？我可是有一堆道具的，这边看我先给你来点减速药水。绿绿绿，有本事来抓我呀，笨蛋！有本事过来追我呀！可恶，你小子也太目中无人了吧！没办法，谁让我是秋名山车神的，我只需要略微出手，就已知这个段位的极限了。哦，既然这样，看我直接闪现过去，不相信还抓不到你。怕什么？反正前面是山路十八弯，一会儿看我怎么把你给甩得团团转的。给你们教学一波。趁热打铁，我再给你来一枪。没用的，给我狗带吧。糟糕，我怎么一下就没了？话说这西瓜条是脚底抹油了吗？速度也太快了。嘿嘿，臭小子，这下不嚣张了吧？刚刚我那是因为道具没用好，再接着来。再来100遍、1000遍，结局都是一样的。那可未必，这次看我先放十字架把你给冰冻住。切，雕虫小技。别着急，看我再给你来个追击炮，这次看阁下该如何应对。没用的，小伙子，我劝你还是早点投降认输吧。哦，哼，我的字典里就没有投降认输这几个字。是吗？等道具用完了，看你还怎么办。切，难道我会告诉你这个地图的道具有冷却时间的吗？挪，追击炮的冷却又好了，再吃我一炮。略略略，我先走喽。哦，叔能忍，婶不能忍，你给我等着一会，看我怎么好好教训你的。那就走着瞧啦。轨道一开看不见，走位走位，手里干。糟糕，前面怎么还有分岔口？话说这要往哪里走？臭小子，不嚣张了吧？赶快乖乖束手就擒，成为我的盘中餐吧。Nope. 可恶，这个逃离地图也太难了吧。哎，有了，我可以换成红蜘蛛的装扮，这样就多了一条保命的机会。Nope. 我去，居然还不能变身，这也太坑爹了吧。嘿嘿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任何的小聪明都是徒劳的。哼，我已经总结了经验，刚刚主要是因为我回头浪费了逃生的时间，这次看我直接一口气冲就完了。奥利给干了兄弟们。然后根据作者的提示，前面分岔口的位置我们只需要打开开关站着不动，就能控制西瓜条的行动啦。可恶，这都被你给发现了。这才哪到哪，半分钟之后地下通道就会打开，这时候追击炮和冰冻十字架的技能也会冷却好。看我继续往前冲。看到哥的实力了吗？你行吗？哎呦呵，你小子有点实力吗？不过我看你还能挣扎多久。哼，挣扎一秒是一秒，前面就是一个超长的马拉松赛跑了，只要我的速度够快，你就根本追不上我。是吗？难道你忘了我有闪现技能的吗？再接着给我狗带吧。我去，这也太变态了吧。话说就算神仙来了也过不去啊。伙伴，你们知道怎么才能成功逃离他吗？